欢迎光临恐龙糖果屋。你好，有适合练习撞击的糖果吗？超强铁头撞呀撞，我就是中头龙，嘿哈！我想要那种硬硬的，像石头一样的糖。我没有硬硬的棒棒糖，看你觉得怎么样？练习铁头撞呀撞，棒棒糖最棒！哇！有适合送给妈妈的漂亮糖果吗？善良可爱充满爱，我就是字母龙。我想要那种闪闪的华丽漂亮的糖。我没有漂亮的戒指糖，看你觉得怎么样？送给妈妈当礼物，戒指糖最棒。快来恐龙糖果屋，这里有糖果无数，跳一跳呀，旋一旋，有好多糖果，好幸福。耶！有像我的头发一样能发出声音的糖果吗？恐龙中的音乐家，我就是福之龙。我想要能发出声音的最特别的糖。我没有特别的口哨糖，看你觉得怎么样？发出好听的声音，口哨糖最棒。有能让我变得不那么可怕的糖果吗？霸气的恐龙之王，我就是霸王龙。我想要能交到朋友的有魔力的糖。我没有柔软的棉花糖，看你觉得怎么样？变成搞笑的模样，棉花糖最棒。哇，是圣诞恐龙！快来恐龙糖果屋，这里有糖果无数，跳一跳呀，旋一旋，有好多糖果，好幸福。接下来又会来哪些客人呢？啾比啾比啾比啾，订阅和点赞。